在客庄国际级的音乐飨宴，来看到新竹县新埔镇老人会馆就邀请到小提琴演奏家麦运煌回家乡免费演出，演奏多首经典歌曲，琴声优美，转音细腻，让上百位长者听得是如痴如醉。婉转弦音在老人会馆回响，长者们屏气凝神聆听新埔出身的小提琴演奏家麦运煌演奏《爱你一万年》，用优美乐章回馈家乡。我们请麦教授呢，这个团队到我们这个老人会馆呢来做个表演，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他，他有这一份心要回乡来表演这个音乐协会。提升我们新埔镇的音乐素质。旅游在外面想回家的心情是一样的，因为我就是在这附近200公尺的地方出生，和平街的地方出生的，所以我特别的开心，因为能够第一次能回到老人中心，正在为老人表演，因为我们也慢慢开始进入老人化，这是我首要的那种心情，我特别的激动。多次代表台湾出国演出，目前在台艺大任教，行有余力当志工，到老人会免费表演。台下热情，拍手互动，上百位长者大呼听不够，非常好。他弹的真的有经验的，是非常好。我觉得新埔之光是吗？对对对，他是新埔人，他从台北回来，大家都拍手。现场还有萨克斯风吹奏民谣歌曲，针灸医药志工也帮长者按摩放松一下，神清气爽。这样我耳鸣了有比较好一点。有比较缓和了，这样觉得也很不错。有公益团体有来啊，来帮忙，还有那个竹北的同济会也给我们物资啊，很多的物资啊，感谢他们。高潮迭起的乐句让人听得如痴如醉，演奏家下乡公益演出，充实生活美感，让客庄长辈也有国际级的听觉飨宴。